Giovanna, Giovanna.这个你要寄给客户啊？我想想，我刚过来了，我刚过来了。这怎么回事嘛？是不是快打完了？好的，弄完这一下我就可以去吃饭了。Yes, OK。哎，先给我看一下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啊，烫也行，烫就烫吧，你不要这样给我看了。这烫会不会粘起来？像昨天那个粘成那样，我靠！我一直在找打这个图案的视频，一直没有机会。这次我终于拍了，我宁可不吃饭，我都把这个搞定。因为很多要打 3D 效果的，这不是 3D， 我是说我打这种效果的，他们要看，我说没有视频，我们只能发图片。你看，我已经站在这里。嗯。站在这里。我操！哦，就不会那个，是不是？客户在这的时候，我都这样站在这里，他看不到。站在这里，他让他做。